今天又到菜场来买点菜，买点鸡啊鸭啊回家，一个星期买一次菜。现在刚刚到了市场，看一下有什么好的鸡啊鸭啊。土豪多少钱？哎，十蚊。十蚊啊？哎，光筒啊？我买了十一蚊，十一蚊啊，十一啲两啲。我呢，我买几多钱？十八。几多？咁贵啊！十六蚊半。三。系啊。执俾我睇下啦，唔要咁大。好。而家啲鸭都系装斗字，咁啊，嘢咁嘅嘢，人子飞得咁快啊！走了啊！刚刚买了一个鸭，已经杀了，现在来看一下鸡。这里，来弄了两只，给那一只啊。啊。杀了两个鸡，一个鸭，看看多少钱。两只鸡啊，满载而归啊。刚才卖水果那里咯，走错地方了，被你带错了，高兴到迷糊去，带错带路党，带路党不懂带。这个放在这里面，好吧，放在岛啊。嗯。OK。好了，去买其他的。去买青菜。这里的鸡蛋不知道好不好哦。老板，鸡蛋怎么卖？十块一斤。这个呢？这个也十块，都一样啊。每个人都八块，都大一点。哦，来呗。捡呗。那个绿皮鸡蛋。绿皮鸡蛋，那这种就得了吧。可以啊。来称喂，这些是每天鸡生的蛋，比较新鲜一点。今天带老婆来买菜。
买一个星期的菜，一般都是这样子。苦瓜怎么卖？这个菌子。这个是凤尾菇还是什么菇？凤尾菇。萝卜。好，凤尾菇。好不好？有点小小的。这个。这个漂亮啊。嗯。好。再来一个。下一坨的了。漂亮吗？嗯，还行吧。这个还是这个？这个还要这个？要这个、啊？嗯，要这个。哦，你这个也漂亮啊。不要这么多啊，要合适就好了呀。好、okay. 哦。两根吗？我随便了。木薯买来煮来吃吗？广西特产木薯。面包木薯，面包木薯，木薯大锅，多少钱斤？看我那个。好的。有什么讲究吗？就这样子。是面包木薯吗？是啊，是啊。面包木薯。得了，要的两三根就可以了，不要这么多。糖水吃吗？那糖这么水就这样煮这样吃了。再来买两三个就可以了。我买了四颗，四颗一三四这里二维码在这里。哦。全部装个大袋子给你包。可以。啊，装个大袋子吧。50块钱得一大堆。50元一大堆菜。嗯，走吧。好，走吧。嗯，走了。来，下来。88。哦，那加那么贵。哎，好像也没贵多少啊。螺丝虾好像好一点嘛。那就吃螺丝虾吧，哦。想想来。哦，这大只。嗯。螺丝虾太大只了。来啊、哦，湖南妹子吃辣椒喽。辣到冒火去。辣到冒火去，你有见过辣椒？见过辣椒长这么？
好吃。螺丝椒。对，螺丝椒。牛牛的。回去油爆辣椒去。好，我们准备做一个油爆辣椒。哦，鸡蛋，哦，谢谢啊。三个五。鸡蛋没记得拿。哦，在哪？拿过来了。来到卖莲藕的地方了。前面这里就是卖莲藕的，看一下哪个莲藕漂亮。给它请干。啊？慢慢。抿嘛，各种啊。啊？抿不抿？蒙就蒙嘛，蒙蒙就干嘛蒙嘛。慢慢就是贵了个了啊。慢慢呢？阿弟啥阿弟呢？阿弟吗？哦，变了呀！搿只又系个，都系只价钱个，只有细个。那么小了吧？个个都怕不粉。这么多阿姨在这里买。好了，完成任务了，去买点青菜。买点青菜就可以回去了。大白菜吧。要这些大白菜啊，这比较干水啊，这个大白菜。